我三年前开始学画，那我其实是算是一个素人画家。我的老师是张东颖，他非常有耐心，他因为完全我素人，我连什么都不会，他教我从第一个素描开始，然后油画的素描一步一步。我想他很厉害是他不会用一个教法去教所有的学生，他根据学生的特性来教我，他很了解我的习性，只是说老师的突然离开对我来讲是非常错愕的，因为好像其他人就不晓得该，就太突然了，那个终结点就忽然间就好像一个最好的一个指导者就没有了。啊，他往生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没有勇气去做画，因为当你画每一笔之后，你就想到当时他教你的每一件事。最重要的是说来不及跟他说所有的感谢，那所以这回得奖的殊荣，我一定要谢他给老师哈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老师对我们的期许，我也在想过，他也许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成长，没有老师，而我们还可以独立去画画。那我相信。他教我的精神，他教我的技法，我都还在欣赏，会努力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出更好的创作。因为明年五月份，我本来就要帮个人班个展，那当时很希望帮原生教育学会去募款，所以我当时想说，是不是里面有一些画的元素可以放进去这些小朋友？那原生大家都知道，在台湾非常有名，在全世界也很有名。啊，这是一群很棒的一群小朋友，那因此想说用他们来当成主题。啊，谢谢指董邱ET Today 邱执行董事长哦。那在这一次的我们这次活动里面，可以资助我们，也可以买下了我们的油画的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首奖作品哦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艺术家他们最需要的是大家的鼓励跟大家的支持。那他们才有更多的创作的动力去创作更多多元化的一个艺术品。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 ET Today 这一次能够来协助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，也让我们的艺术家在疫情当下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一个温暖的感觉。非常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鼓励大家来做提升我们的艺术文化，然后我们也是在培育一些艺术人才。最重要，我们是在做社会的那个，用艺术来做社会的公益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这边比赛，曾经就有，像在监狱受刑的受刑人，有台中监狱的，有屏东监狱的，他们来参加比赛。他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邱佩玲邱指导，他的善心也是给我们鼓励，让我们会能够继续推动下去。那我们的金玉奖是10万块，是由我们邱董来收藏那一幅画，也是给这个作者一个很大的鼓励，也是给我们会很大的赞助。谢谢。